欢迎收睇时代足球总会西甲组联赛杯嘅决赛 ，Love U 三千对心通联嘅赛后精华。咁啊，先开波咧系着住蓝衫嘅 Love U 三千啦，而心通联就黄色衫啊。你又见到蓝衫嘅攻势，右路几空嘅，果然系放个直线过去右路嗰度，直接射埋去龙门攞佢挡翻出嚟，有后上嘅队友啊，再射就高出咗。落翻正喂，反击。之后呢边见到黄衫心通联嘅攻势喺左路。回翻后少少，去到中场线附近噶啦，一个直线送到禁区顶，咬腰转身就射埋去啦。呢球力水争紧啲，就呢边又见到黄衫嘅攻势，右路一个直线，再即刻分去禁区入边，即刻就抽埋去。两个都系一脚波嚟噶，不过今次咧就俾龙门挡出底线。之后呢度继续见到都系心通联嘅攻势啊，左路唔理啦。一个高波都上去，攞到落嚟即刻抽，见到都瞄住只角去抽噶啦，但系咧就高出咗啊呢球。继续都系黄衫嘅攻势，回翻后少少，空空地就远射埋去啦。呢球都系高出咗。上半场咧双方打成0-0啊，咁下半场咧就心通联开波，咁啊睇下呢球攻势啦。直接送上去，分过右路，再即刻堆入禁区里边，攞到落嚟嘅，食住对手身位，再近射埋去啊！龙门攞脚挡出嚟，心通联咧就投诉后面俾对手拱一拱咁样啊！之后教球抌入嚟，有对手埋去逼噶，结果俾佢过咗，入到禁区里边，传俾中间嘅队友啊！但可惜个位置争少少，回翻后再射，又俾对手挡出底线。之后球罚球嚟自 Love U 三千嘅，即射埋去，都中笼噶。心通联龙门咧要跳高挡出啊！呢个继续见到都系 Love U 三千嘅攻势，喺右路，两个黄衫埋去逼佢噶啦，困下困下，落咗去蓝衫脚下，呢度漏咗，即刻转身再射埋去，破网1-0啊！入波嘅咧就系洪建义啊！呢度啦，食住对手身位，一路抢唔到波，到抢到嘅时候竟然困咗俾蓝衫。呢度作势拎，结果系漏转身嘅，好乖巧嘅转身突破啦。Love U 三千领先1-0，之后咧就到心通联嘅攻势啦。呢度回翻后啲，直线索禁区里边加多一脚，拨埋底线，即刻射埋去，弹力而出，再射埋去，散中人。以為冇之際咧，喺遠射埋去，仲有一腳。中間射波嘅途程咧，俾隊友加多咗一腳噶。咁啊，最後咧球證咧就睇到係阿譚志傑入波。咁啊，睇多次啦呢球。其實第一腳中眉嘅時候咧，都好有機會入噶啦。講緊嘅咧就係呢球啊，近射中眉，球速又快咧，但可惜就係散中條眉。以為冇之際，再嚟一腳遠射，俾到譚志傑加多一腳，心通聯追成平手咯。心通聯嘅角球，嗰個貼地波出到嚟，即刻就抽埋去啦。因為時間都無多啦，如果雙方打成平手嘅話咧，就要射點球噶啦。呢度大腳解圍出嚟，頂翻去。球證就吹完場啦，呢、這個時候咧就要射點球決勝啊！點球就射三輪嘅，第一輪就藍衫 Love U 三千射翻球員嘅左邊啦，冇問題破網。之後到心通聯啦，心通聯一抽埋去，勁度就好夠啊，但係彈柱而出。又到翻 Love U 三千啦，一射埋去，今次射第二邊。龙门都捉到路噶啦，但系阻唔到呢球波。心通联一射埋去，今次弹眉啊，弹完柱再弹眉，咁就输波啦。就 Love U 三千赢2-0啊，点球。